是想看卖，我最近遐唔好，啊你哪有三番两次来怀疑我？好啦，既然啊，你无爱听我这个老爸哦，遐无法度，我安尼硬硬哦，我就搬出去，较袂有人讲听话。阿爸，阿爸，你莫搬出去啦！阿爸，唔是唔甲你讲过，哦，咱是爸仔囝，对我互相信任，安尼才对啊。 蔡文伫你的面头前讲阿爸什么？伊，早你讲袂要紧，哦，伊是阿爸的定心，啊，无论安怎，我也无可能去找伊理论。讲哦，伊讲阿爸，你也无结婚啊，哪会有查某囝？ 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阿爸，哎，我有结婚无结婚，迄甲别人有啥物期待啊？啊是啥物人规定啊？一定爱结婚才会当有囡仔的，对无？哎，这讲起来嘛真奇怪，这个彩云哦，啊无代无志，要使弄阮咱爸仔囝的感情，伊到底是啥物用心啊？ 我知啊，这件代志一定甲王明峰有关系。啊，甲明峰有关系？喂，是，什么？公司的货，把人领走？还佫有转公司的影？啊，你嘞？好。 恁就领货单，copy一份转来，你先转来。你说不是，你不是讲你看我再转来？我唔够好做的啦，透早要甲客户签约，既然哦，公司的运就袂记载啦。 有证据，玲玲有一直袂信你。我一时好心，想袂到，亲娘子也嫁无地。有水无？阿爸，足水的，你这是？上帝。
阿爸，你这么贵的物件要送我？自从咱爸仔囝小林了后，我一直找无适合的礼物送。啊，今仔日我拄好经过一间珠宝店，我就看到这条破链哦。我是感觉，伊若挂在你的红棍啊，一定真好看，所以我就甲买回来送你，啊，算是咱的纪念品。阿爸，多谢你。啊，紧挂起。这块鞋看起来这么旧的，我叫人去洗洗，重新配一条链子。多谢阿爸。嗯，哎，确实有水。那是你的心境。哈哈，大，你哦，花路的代志哦，我绝对安怎我都一起去完成啦。多谢多谢。你将这个鞋啊，放在真当时顶看会到的所在。好啦好啦，这简单啦。强团，啊，你甲钱当的是？你是不是收过高的啊？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当然别生气了哈。啊，你在生气啊？给你搬。我就要睡啦。钱带我，我会让你知影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二十五年前，你将我所有的钱拢赶走。你反背我，我即马要向你家父讨倒转来。当时对我交代，伊若有阿母的消息，伊就随便甲我通知。我是待在家，等你的消息。即摆这个约会，啊，一定是当时对袂记的差等去，我先甲收起。蔡文姐啊，你回来啊？嗯。啊，画廊什么时阵会用开幕啊？你哦，你什么时阵突然间关起着我画廊的代志啊？啊，我凊彩问问的啊，敢袂用问？你换画廊哦？酸奶呢？一定足贵的吼、哦，是阮阿爸送的。想袂到金标只这么大出手，安怎？
是做到一个大生意，赚不义之财哦。蔡文姬啊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不义之财？我讲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的意思。当然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你竟然对我大细声哈！我蔡文姬，阿当我是做什么代志对不起你啦？你倒叫明星给我看。我地彩云这个人呢，无希望小可代志甲人计较，也毋过嘛毋是安尼，对当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当作无看。只要大家互相遵照一个原则，毋免太过歹看，安尼我就袂计较啊。我无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代志啦，也毋讲哦，我就偏爱有人做贼化凉菜，来减轻家己的罪过。喂，你即摆讲什么人哈、啊？大家心肝内有数啦，讲太白啊吼，大家拢歹做人啊。你较早毋是安尼讲？你老搬出去，我就搬。你掠准我伫遮看你的面色色。我心抱明镜，你搞会变？我丢袂着的物件哦，别人嘛免想要得着啦，想要甲明峰斗阵。无遐简单啦、啊！董事长到即摆要敲电话来，唔知阿父干妈夫，伊两个有消息无？丽啊！静瑶，阿你哪边下班？哦，有啦，阿我准备下班啦，阿是讲哦，过来甲你看看啦。董事长无伫啊？啊，静瑶，董事长吼，透早就去高阳啊。明仔载去再回来，啊！你找有啥代志先？无啦，无代志啦，凊彩问问尔啦。真啊，这里小真歹势，予你踮咧外口吼，走条风，风吹日晒，这是暂时的啦。你若有较好的表现，我相信董事长哦，一定会重用你。哎，我知啦。其实哦，你安尼讲我嘛足歹势啦。我对进口业哦，算是一个菜鸟啦。啊，董事长有迄个北屯讲，予我来遮上班吃头路，予我有一嘴饭当吃，我著感恩不尽啊！我哪会讲什么委屈啊？啊，搁再讲，信哦，这个药啊，你会认得信？那无啦，哪会认得这啦？我袂认得啦，我是感觉这药啊真水啦，真水。信哦，啊，你讲话哪著遮尔紧张？你到底有啥代志信？无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那无代志吼，你要下班啦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对啦对啦，迄药啊吼，下下去啊放喺桌顶咧吼。明仔载我来放互伊啦。好啦好啦。哎，正阳。啊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我即块药皮是咧当初丢倒来片？你是拄我甲我讲的啊？你是讲迄药皮是遐摕啊摕来吃的啊？敢有？我刚甲你讲这個，有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有较客吼，要食饭啦，我即马时代啦吼，来去，拜谢啊。这用完鬼鬼祟祟，唔知要变什么吧？彩慧，你敢有心事呀？是安怎？是毋是今日伫个公司拄着啥物困难？你当甲我讲无？不一定我会当予你淡薄仔意见。明峰，你哦，伊是啥物款的人？伊是出啥问题呀？你先回答我。老实讲，我对伊嘛毋是真了解啦。当初我只是感觉。伊虽然是一个孤儿，也毋过伊有一颗肯上进的心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啊。也毋过到尾啊，伊的上进心却变作野心。其实阮已经分开啊，我是也无应该伫咧背后要咧批评伊啊。是你叫做甚物对不起你的代志哦？我无找到证据，也毋过我烦恼。烦恼啥物啊？若是美瑶一个人，我是袂惊。我是惊讲，伊爸仔囝联合起来，我都毋知影要安怎应付。美瑶因阿爸
唔是对恁客伯几啊年啊，而且对伊真忠心，伊敢有可能反背恁？人生是会变的，我再讲，即马即款社会，人拢是足自私的啊。这款代志吼，应该甲恁客伯讲啦，你家己一个人袂当担的啦。我有甲伊讲啊，伊叫我来打草惊蛇。草惊蛇？彩云，你叫到底是做什么代志啦？你当甲我讲无？ 阿姐，你阿妈，你过来创啥？想要来看你啊。是你啊，我听说是彩云。彩云，叫我跟遐尼顺哦。你好无？伊即马是咧问我，也是咧问囡仔。拢有啦。好啊，即好个啊。 袂歹嘛，我以前咱拢无法敢拄有这种能力。你是专人来甲考试？考试？我哪会敢嘞？那你即马是伫彩云面前的红人啊，我要甲你巴结去白富啊，哪会敢甲你考试嘞？顶下就安尼啦，大家拢是一人的头路。感恩呢，听讲你即马过了真欢喜，一切拢真顺利嘛。会当做家己有兴趣。 我全中个代志，当然嘛欢喜。我看不是安尼，是你咧巴结千金小姐有一套啊。我巴结？我敢是这么现实的人？是不是哦？你家己想看来清楚啦。我干那知影哦，伫彩云以上吼，无甲任何人看伫眼内，偏偏啊对你遐尼配合，哼！逐天转来拢伫咧懊恼哩，听到我家母陪吼，一直要硬起。无聊。 王明浩，你老实讲，你是安怎定做地彩云？你是毋是想啥物目的？目的？你若拄我甲你共款，对啥物代志拢有野心？你未免伤过无了解。比较，我也是要劝你一句话啦，莫连做啥物代志，你拢有才调，怎安排？暗无惊济，走埋去拄着鬼。世间的查某人遐尼多，谁叫你偏偏要去坐地彩云？你头敢要甲我作对，互我歹看心？ 我甲伊差不多做生理尔，也毋是啥物人女朋友的关系啊，谁人互你歹看？话人遐尼多，你已经去罚警察费啊，谁做一定爱伫咧外面头前？我爱去就去倒啦，敢着你的回准条？不再讲，我毋知阮是清清白白的，有啥物代志发生啊？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并无问。若无吼，以后等你后生出事，我会甲伊讲，伊的爸爸是一个无担当的查甫人啊。 你做错事，你巴肚内是咱的囡仔。是阁是安怎？这个囡仔是我的啦。不是，伊身上头是我，伊嘛是我的囡仔。迄着爱看你有迄个本事，唱长下无啦。你叫，你叫。 搬出去哦！啊，人都已经叫我搬，我敢会去搞面皮外走是？哎呀，你袂用你搬出去。阿爸，为什么啦？阿爸，毋是甲你讲过，啊，起码阿爸头头伫咧外口发展家己的事业，啊，时机还袂到，若要伊利用着蔡文的所在，阁真多，所以你甲伊的关系一定爱维持，啊，若无会破坏咱的计划啊。啊，不过伊都已经讲出嘴，爱我搬。 即落彩云啊，自细汉我就看伊大汉，伊敢若有迄支嘴无迄个心，你即马去甲伊回一个信咧，啊，讲几句我好话，就啥物代志拢无啊。啥？回信咧哦？我才无爱咧，我想着伊迄个嚣张的面，我就生气啦。美娇，啊，你讲即句话都毋对啊！伊是千金小姐，啊，你即马食人的头路，伊搁住伫伊遮，搁食伊的，啊，本来就甲人比袂过啊。
啊！即马看伊这点个面是算啥？啊！你看阿爸，啊为着成就家己个事业，已经吞吞规半世人。啊！敢讲你连这点仔拢无法度忍耐受？好啦好啦，你毋是答应过阿爸，你甲我斗相共个。 爸，好，去啦去啦，好。小姐，啊，你有代志要甲你讲。讲什么代志啊？紧讲啊！ 是什么大代志？别甲你计较遮，你又知影，伊还阁咧为着这个代志咧烦恼咧。干嘛呢？嘿啊！金表姐，你莫安尼甲我胡闹啦。其实我这个人也无啥物大量。 只不过我做代志讲明正大，无亲像一挂人哦，讲的一套做的一套，伫个背后搁做一挂袂见笑的代志。有情的人无情天，强迫咱着拆分开，你到恨我。 怀念的，这根房内有你的秘密，只因为咱的爱爱了着是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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